Hello, 今天吃酸辣粉，还有两个酱多多，先来尝一个酸辣粉，这是花甲粉。 里面还有花甲肉，肉松麻薯卷。 换了一个新杯子，每天都要坚持那条，越来越美哦。 他杯子还有个小玩偶。 这款有点太腻了，这款酱跟肉松那款酱感觉不太一样。 今天先吃到这，拜拜。
这两个虎皮卷强烈推荐这个肉松麻薯这款酱不会很腻然后整体吃起来也会更好吃一点拜拜